好啊，那请宣读保全啊，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好，我们介绍一下列席的官员，由我们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花次长，我们警政署警政委员吴思禄，以及警政署保防组黄藻挠副组长，保安组侯胜雄科长，交通组张厚奇科长，刑事警察局于永联研究员，营建署建筑管理组王鹏志代理科长，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吴佩娟科长，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吴木兰科长，法务部法制司宋文宏主任检察官，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林兆伦副处长，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黄维琛副司长，职业安全卫生署李坤峰检任稽政，司法院刑事厅陈文贵调办室法官，国防部王信龙副参谋总长，资源规划司人力资源处傅振荣处长，法律事务司法规研审处戴天鹏处长，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联合作战处连志威副处长，军备局工程营产处李富裕科长，陆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庄友凯组长，海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王国强副处长，空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刘永南组长，国安局第三处赖运成副处长，交通部民航局赵培虎检任稽政，行政院农委会畜牧处江文全检任稽政兼科长，林务局保育组徐小华科长，财政部赋税署李玉聪稽核，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邝世杰科长，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林鸿钧检任视察，以及李立威专员。好，以上。好，请黄昭顺委员。主席，你刚才在介绍我们的官员的时候，其实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因为今天这个法案里面，包括刚才有这个国防部有代表来跟我说明，这个牵涉的层面多广。结果我们今天呢、包括内政部、警政署、国防部、海巡署，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主管来到我们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形？这么重要的法案在审查。我们用他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这样对吗？这样对吗？主管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没有任何一个主管来哦。你看，内政部是次长来，警政署是警政委员来，刚才国防部不晓得哪一位来跟我说明，我还弄不清楚他的位阶。那海巡署，因为我那天提到海防那个要拿掉，他们刚才同意。海巡署我不知道你介绍的哪一位来，因为你这个单子啊、我刚特别去跟我们的幕僚拿那个。那个主席啊、他也太欺负你了，太欺负我们委员会了吧？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能不能请你休息，请他们过来？好，因为牵涉的层面这么广，对不对？纵算他刚刚来跟我讲说，我上一次讲的海洋的那个解禁，那个海岸的解禁必须要做，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在做海洋的禁言的这个状况，怎么会是这样呢？现在立法院是什么情形？好，谢谢那个黄委员的提醒。我们请那个李俊宇李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这个议程是礼拜一排的嘛，所以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那其实礼拜三、礼拜四，包括住宅法、包括保全业法，还有包括这个相关的还没有完成的这个要塞堡垒这个部分，其实是从礼拜一，所以有意见应该是在礼拜一有意见了哈。但是我建议这样哈，我建议我们的程序，我们今天就先审保全业法哦，我们就审保全业法。那如果其他还没有这个主管不在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讨论哈。以上，谢谢。好，这个是合理啊。我再讲一下哦，好，请。
主席，我想李委员的意见我可以支持，就是先审保全业的这个部分，但是保全的这个部分也跟警政有关，对。所以上次我们审的时候也是吴思禄警政委员来，不是，至少那天内政部长都在。好， okay. 我觉得这个部分，因为保全牵涉到像例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就很反对有性侵的，这放在保全的这个部分，这个牵涉到整个治安的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还是希望主席哈，因为你是主席，好，他们第一个要尊重你，第二个要尊重内政委员会，第三个我们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耶，那当然，大家要弄清楚哎。好，谢谢两位委员哈。好，我先做个处理哈。是，确实我们内政委员会也曾经有做过决议，好，正副首长在审查法案一定要有来哈。就其中一位一定要来，那次长的部长的部分又有先请假，因为昨天我们是临时才决定今天，所以我有准假哈。那所以呢，但是呢，在国防部、海巡署等等单位哈，那所派来的这个人员，如果要审国安法的话，确实太不尊重哈，所以我们今天国安法就不审查。好，那我们也当然我必须说，那是昨天临时加今天的议程。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要审查的话，怎么样你也要请假或突破完，连请假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对本委员会太不尊重，所以我们国安法今天就不审查。好，那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在于这个保全业法的部分，我们还是继续审查，好不好？那所以跟那个国安法有关的，你们就可以先请回。好，那也请务必帮我们转达，下次对本委员会所审查的法案务必尊重。好，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不满，好不好？好，就是说。包括国防部的这个以及海巡署的部分。礼拜一就是我来，我知道了，好了。警政署的部分有没有副署长？现在有没有哪一位有空可以过来这边？请他们联络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休息啦哈，我们请警政署至少副署长来一下，好不好？好。
处置。
好，各位委员，我们继续开会哈。现在警政署由我们周文科副署长哈已经有前来列席开会，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开会。刚才已经念完这个了吗？还没。好，那我们现在请宣读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之条文。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修正草案，行政院提案第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中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后，增列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字，其余与现行法文字相同。委员卢秀燕等34人提案第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后，增列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字，其余文字与现行法文字相同。委员郑天才等18人提案第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后，增列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字，妨害风化罪章后，增列第173条至180条等字。第三款句末删除或执行完毕未满5年等字，其余与现行法文字相同。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移驾，我们来进行协商。好，我们现在请主管机关针对第十条之一发表意见，请次长。好，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针对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我们在这个关于卢委员提到的这个儿童及青少年交易防治条例，我们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好，这部分好，这部分还要再增列好，这个部的这个条文要再增列到里面，因为就是新的和旧的法都要有这个内容进去。那另外关于郑天才委员提出来的要把这个五修，我看一下，5年执行完毕未满5年这个部分删除，我们建议是把它改成执行完毕未满1年不得担任保全业，但要增加那个但书是但受缓刑宣告不在此限，大概这个部分。所以说大致上其他部我们就同意委员的一些提案，谢谢。请问一下我们其他的委员的意见，我们先请郑天才委员。有关这个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哈，除了这个，我也有增加，就是第一项的部分了。第一项的部分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啊，这个部分我有增加哈。另外就是还增加了第173条至第180条啊，这个放火罪和劫水罪这个部分，这个也是非常跟保全业的立法目的、管制目的有非常息息相关，所以我把它增加了免得他们会来当保全业的这个工作那另外就是刚才有关尚未执行已经执行满五年那个部分这个我是把它删除了。那内政部基于相关的这个意见我同意，就是照内政部的修正意见。好，我们请陈怡杰委员。因为刚刚我有看了一下郑天才委员的部分因为他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他把那个，因为这边他写或刑法之妨害性自主的罪章那我刚大概看一下，173条到180条，其实都是危害公共危险的部分嘛，所以如果真的要提升保全人员的素质，或者是让民众可以更有就是没有这么不安定感或安全感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干脆除了妨害性自主的罪章加进去之外，那我们这下面的第几条都不要这样写，就另外再加写说公共危险的罪章也含纳进去，就只要你有，因为它现在是特定的条文一百
73条到180条吧。那我刚看了一下，其实将应该是到194条哦。如果公共危险罪的话，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有犯过公共危险罪的，其实本来就不适合再去做保全业。那如果既然是这样，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名列到底是从第几条到第几条，就你只要曾经危害过或者犯过公共危险罪的人，就不应该去担任这个工作。所以就直接把这个公共危险罪章也一并纳入，这样就好了。好，请李君毅委员。因为那个公共危险罪啊，它很广啊，尤其是现在那个酒驾的部分，酒驾这个它就是变是公共危险罪啊，是不是酒驾就不行啊？这个是一个，因为如果当保全业不是开车，不是那个部分，如果是在大楼的那个部分，跟酒驾应该没有太大的。不是，那如果他酒驾，他有可能平常也有酗酒的习惯嘛？那你总不可能执勤的时候也酗酒吧？不是，我是说，如果是真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每一栋大楼几乎都有保全业者在管理，那保全业者其实做保全的素质，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提高素质，去这就才能维护大楼的安全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而且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在下面就是。有特别在注记嘛？但受缓刑宣告或其刑经一科罚经一服社会劳动等等等，或判决无罪定无确定者，不在此限啊。后面那里你有在特别注记的吗？来，请李俊毅委员。这个部分哈，陈委员所提的，我有一点不一样的意见哈。我认为保全业者他本身是一个工作权。但是要剥夺或是限制工作权的时候，要有法律的明确性。所以，如果只以公共危险罪，就通通公共危险罪有犯过公共危险罪，通通不行，这个我反对了。基本上还是要有非常大的明确性。那至于郑天台委员家的这个放火跟决水这个部分，我认为我同意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在这一条我曾经提过，就是说。肃清烟毒条例哈，还有第五项的所谓的结束流氓条例哈，这个东西其实都已经废止了。那我知道你们写在这里的目的哈，写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曾经犯过这样的罪了哈。虽然废止了，但是过去有这样的人哈。那我是想请这个警政署也内政部也清查一下哈，就说现在还是因为这个肃清烟毒条例这样的。过去有前科的到底有多少了？哦，因为这个条文已经废止快要20年了。哦，这个条文已经快要废止快要20年了。所以如果已经人数非常少了，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加进去？因为在一个法条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里面还写了已经废止的法律，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哈。以上说明。好，来，我们先是不是请赖瑞龙委员先，然后再陈一杰委员。好，我之前也曾经提过了，其实有保全的相关的人员也来澄清过了。那事实上有些的，社会上其实也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哈。那我也认为其实应该考量到整个工作权跟职业的自由权这样哈，然后给他们一个机会了哈。那但是也考量到整个大楼的安全，所以我是支持包括行政院的这样的修正意见啊，就以一年为那个，我想这个是应该取得一个衡平下的一个结果了，既保障大楼的安全，但是也保障了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人员他们的工作一个职业权啊。好，以上。那我们您第一次发言，卢秀燕委员第一次发言。谢谢主席跟各委员哈，大家支持本席所提的这个有性侵犯前科的人，那不应该担任保全业哈，那免得对于社区或者是妇孺造成危险。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目前有这样的前科记录的大概有人多少人数？就是说现在哈，有犯这个儿童及少年性侵犯前科的人哈，这样条例的人大概有多少人数？那第二个呢，这些人数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正在从事保全业？有没有这样的资料？谢谢。您刚讲的是性交易还是少年性剥削？少年性剥削才对，因为性交易本来现行法就有了嘛。好。那所以刚陆委员应该问的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所犯的目前有多少人，然后现在有多少人在从事保全业？
目前我们手上没有这一份的统计资料。我们尽快提供给委员。是。好，我们尽快提供给委员。好好。好，那因为我们要立这个法了，所以就请相关单位了，包括警政署、司法院、法务部，是不是可以协助我们整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这样子。好，那我们请陈怡杰委员。因为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个条文，如果说真的，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要剥夺所谓就是他们上班的权利哦，但是这个我们的立场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大看了一下，包括191-1还有贩毒的。哦，里面还有包括贩毒等等的。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细项把第几条、第几条是明定下来的？哦，因为我，哦，不是，是抹毒，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只要有可能是危害，就触碰到毒品的，或者是一些本来就对于公共危险，或者是担任保全这个工作，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危害到住这个大楼，就是危害大楼品质、安全品质的，只要有关的，是不是再把它细上的更局限一点点？对，像190条跟190条之一都是。哦，譬如说易毒的、投放毒物等等的这一些，我觉得这个都应该跟规范的更明确。一刚开始我们说，哦，就是公共危险罪的罪章放进去，当然这个太过广泛，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坚持的，只是我们认为说，只是他如果跟毒、跟酒任何有关、有可能危害到的，我们都应该详细规范明确在这个条文内。对，请黄兆顺委员。我想我对这件事哈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昨天我想，如果我在讲他们的，不要讲什么，光是黑衣人我们都吓坏了。对，光是黑衣人我们都会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威吓的一些作用。今天我们尤其是保全是在社区里面，也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可能深夜的时候只有他在那边维护我们的社区。如果保全人员不能够有更严谨的一个规范，而把它放宽到这个程度，我想基础上来讲，我是反对的。我们当然可以给一些人一些自新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来放宽，本席是有意见。尤其是保全跟计程车司机，我想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必须要更严谨。所以我清楚地表达我的意见，我不同意用这样的方式放宽到这种程度。所以黄委员说放宽是指哪一条？是第三项嘛？他改成未满几年啊？5年，然后主管机关说可以改成1年。我有意见。好，我们请郑天才委员。他这个前面第一项哈，前面第一项把跟保全工作的管制有关的这些罪全部放在前面，啊，这些就全部永远不能当啊，哦，前面呢就永远不能当保全。那我们今天修啊，我们之前没有放的就把它增加，所以这个法不通过不行。譬如说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这个新的法我们没有放进去，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把它放进去。另外呢，就是这个我这边所提的这个173啊到180条，这个是结伙罪、放火罪，当初没有落列，所以我把它加上去。所以我们怎么去强化这个前面的第一项永远不能当保全的，我们要去怎么强化？就像我们陈怡杰委员刚才所提的，就是哪些是应该放进去，哪一些应该放进去。其他的一般的，啊，譬如说这个我们去采取森林产物，就跟那个保全业无关嘛。结果原居法、原住民族基本法说符合可以，但是因为森林法还没有修啊，啊，11年多都没有修，啊，像这种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必到5年呢，啊？那现在内政部的意见是说可以再放宽到1年，哦，那个是指本来他是可以当的，按照现行的法，他要等5年呢，啊。那我们现在是检讨那个部分，就跟
保全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个罪，把它放宽。那至于永远不能当的，我们可以再增加，在第一项里面再把它增加。以上。好，谢谢。我先帮忙各位委员整理一下哈。我们在这个第一项的部分呢，其实是现在要增列，包括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以及郑天才委员所提案要增加公共危险罪里面第173条到180条，甚至是刚陈一杰委员有提到公共危险罪章里面所有的条文或其他的条文增列。那这个部分呢，是绝对永远不能担任保全业的。好，这个部分。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项吗？第三款的部分齁，是指的是故意犯前款以外之罪，也就是说那一些绝对不能做的以外，如果有前科者齁，那他受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上刑宣告确定。齁，然后执行完毕未满几年，那个他因为是说保全业，他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比较基层劳动力的行业，那有时候也蛮多的社会弱势者去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说他规范太久，会不会他的工作权受影响？主要是在讨论这个啦。所以这两个层次啦，就是说一个是对清楚的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五年还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前项的这个部分，我最简单举例啦，我请教那个部长，那个次长，好，你们那天讲说黑衣人在那个现场，如果涉及到法律的层次的话，他们属于什么罪？在法律上，报告委员，有关黑衣人的部分啊，要看他行为的态样啊，他是不是妨碍到社会秩序，或是触犯到刑法的罪章，那这个最终还是要由检察官或是法官来认定这样子。那你能不能给我举例说明这样子的状况，大概有没有跟第二项这边有关？如果他符合到检察官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犯罪事实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处的是哪一个条文？因为我清楚的告诉大家嘛，连我那天到公听会，我看到黑衣人，我都心生畏惧啊。那有这个黑衣人，如果在涉他犯了这样的罪，然后他到那个保全来做这个工作，如果在我的大楼呢？好，请问各位委员，那陈一杰委员。大概看了一下，包括就是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检讨一下，包括就是公共危险罪的185条之一，然后因为158条之二，185之一，以强暴威胁这个，然后185之二，185之三，186之一，跟190跟191跟191之一，这几条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强烈明犯在刚刚的那个规范里面法条里面了，好。那我们是请各位委员再继续讨论一下。刚陈一杰委员有具体的提了一些条文，是不是我们再对仔细一点？对，请你们勾给会务人员好了。那请您念一下好了，让各位委员可以比较清楚。陈委员提议185条之一、之二、之三，186条之一，190条之一，191条、191条之一等条列入本条啊。190，我重新宣读一遍：185条之一、之二、之三，186条之一，190条、191条、191条之一等条罪名。列入本条修正。我们先讨论这一项好了，请问各委员对于增加这些条文的意见怎么样？
文哈。我想增加的部分我们是同意，增加那几项我们是同意，尤其是包括那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但是这个年时间要把它减少到这种程度，我本席有意见。OK， 时间我们现在可以讲吗？还是现在先处理？我们这个我非常坚持哦，不好意思，因为他这个你自己看条文，以强暴、威胁等其他方法，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李律委员反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要维持大楼的严谨度，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到严谨，有时候爸爸妈妈出去上班，家里可能是老人家或者小孩，因为很多幼稚园娃娃车一放下来，都是放在大楼的管理员那边，在那里接送，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文是要非常严谨的。今天当然去。或许做保全业的会相对弱势，这个我们的确，我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委员的立场是要剥削他们的工作权哦。所以刚刚你们一提说不要把整个公共危险追赃放进去，对他们是不公平，这个我们绝对同意。但是对于这几个条文，其实我们是非常坚持，因为现行的状况，年轻人出去上班，留在大楼的都是老人家，就是长者或者是很幼小的。那如果大家都知道，娃车都是放在一楼。老师不可能直接把你带到，或者是妈妈来接，甚至现在有很多都是外劳在接受。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要非常严谨的，这是我们非常坚持的，也希望主管机关能够支持。好，请各位过目一下，因为刚刚有念了好几个条文，请大家看一下。来，请那个洪忠义委员。那个主席好，各位，我想哈，刚刚我听那个黄昭顺委员，还有那个陈怡杰委员哈，我想黄昭顺委员哈，他是不愿意在，他认为说不应该再放宽呐。那郑天才委员提出来修的是希望说放宽嘛，就是没有那个五年的限制了嘛，就是在、那個、两种不同的层次啦。对，一个是加严，就是说把它条文增多是永远不能做的；一个是这些条文之外的年限放宽，应该这样。那另外那个陈怡杰委员是又把这些有一些犯的罪更拿出来，把它加进来限制嘛，这样子是不是未来就是？其实我们希望说可以让这些人有就业机会，但是又担心说他过去犯的罪，让我们会有心有疑虑嘛。其实我也跟黄昭顺委员一样很担心啊。如果是这样的人担任我家的保全，我心里也会担心啊。但是其实我是希望说他有改进啊，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就不晓得。然后陈怡杰委员是希望更严格，让更少的人。那照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应该是更限制更严吧。你把这很多条文再加进来了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赖岳荣委员先好，然后再陈怡杰委员。我可不可以先听听看那个行政机关的意见，好不好？内政部跟机关。那我们陈怡杰委员再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听行政机关意见。我觉得洪忠义委员应该有误会我在讲什么哦，因为我们指的是说，你把它是郑天才的修正的条文里面，因为它原来是第173条到180条，那我们的意思说，把这一些条文再明定的清楚一点，有哪一些犯过哪一些公共危险罪，是我们应该再更谨慎的列在里面。而且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没有他们所说的问题，是因为在你第一次侵犯，其实是不在此限的。哦，你们自己看，他写说，但受缓刑宣告或其刑，经一颗罚金、役服、社会服务，只要罚比较轻，到时候法院判决你是侵犯或者是罚的比较轻的，你是没有在这个此限，就是是没有在这个限制里面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维持大楼安全品质的角度，以及现在目前都是长者跟幼小的小朋友，我们知道目前状况是这样，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保全业者的这个第一个品质上、安全上，应该是要更加严谨规范才对。好，我们现在那个、我想啊、哦，那个陈怡杰委员可能误会我的误会啦，因为我刚是依据议事组哈、哦、念给我的这个条文，我把它每一条打勾打勾之后，我发现说，哎、欸，这个可能限制会更严格。我刚刚是依据议事组念给我的条文，我打勾起来，像185-1嘛，185-2，185-3，186-1嘛，再來就是190嘛，再來就191-1嘛，这么多条我都把它打勾了呢。我是打过之后才发现说，哎、欸，怎么是不是？所以现在要当机器呀，对吧？所以我们请李经理。其实这个争辩哦，在过去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就发生过。哦，我们也希望计程车司机的品质非常好，条件非常好，保全业者都一模一样。哦，我们都希望他的品质啦，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但是这个涉及工作权的剥夺，那所以这个还是要必须要谨慎，必须要明确。
过去计程车司机发生过，你有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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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如果你就不可以，你只要有这个前科都不可以担任，后来是被宣布违宪的。好，所以这个东西要非常清楚。如果保全业者，我们再一次同样的用同样的思考的逻辑，我们现在应该是讲说他服过刑了，好，负担了他的义务了。那应该就没有这个样的限制。如果你把所有公共危险的部分都认为说只要有这个前科就通通不可以，未来有可能一个情形就是如果保全业者去申请释宪的话，你这个部分可能会被大法官宣判违宪、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考虑法律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哦、所以不是工作权，为什么工作权的限制必须法律明确化，它的概念就是从这样来的、哦、我希望大家深思这个问题，谢谢。好，请陈怡杰委员。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说全部只要放公共危险罪的，所以刚刚说把公共危险罪的罪章本来是要说这样放，我们说没有嘛，就挑出来哪几条是大家不能够接受的嘛，所以相对是比较严谨。那另外一个是计程车，它其实是几率性的，你搭计程车有可能你会遇到好的司机，有可能遇到不好的司机，可是保全业者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个大楼是24小时的，所以它是几乎是跟我们住家安全是紧紧相依在一起的，所以应该考虑的更谨慎。好，我们请郑天才委员。那个，我再说明一下哈，我有两个部分在修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永远不能当保全人员的，我有增加，譬如说这个少年性剥削这个那个条例哈。另外就是，刑法173条。到180条，那个是放火罪、劫水罪哈、那个部分我有增加，这个是要永远不能当保全的啊、那我放宽的部分就是说，他未来可以现行的就是第三款嘛，第三款已经规定他未来可以当，因为他是那个第二款以外的罪啊、第二款以外的罪，只不过未来可以当的。目前是规定要执行完毕之后啊，执行完毕之后还要5年，这个5年是不是太长？我是认为这5年不要啊，但是那个内政部主管机关他是认为5年，太长，可以改为1年。那我接受内政部的意见，因为这个1年几年哈、事实上过去也讨论过了，过去这个借条条文哈、过去立法院也讨论过几次。然后也曾经很长过，也曾经10年过，啊，也曾经没有过，也曾经又5年哈，啊，所以现在又再回过头来讨论，因为这个毕竟有很多的罪章哈，我们永远不能当保全，我们设法把它明确化，把它排除。那至于他本来就可以当的，你说5年跟1年，啊，或者是10年，还是20年？还是不要规范这个5年啊、大家其实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因为毕竟这个是涉及到工作权了啊、就必须考虑到宪法的程式啊、以上，请主管机关啊、请那个李俊毅委员完以后再请主管机关表达意见。抱歉，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保全业法的第4条，它其实规范保全业可以执行的业务非常多种，换句话说我们的保全可能有非常多种保全，有专门管仓库的，有专门管运送的，还有专门管人的，所以它都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对工作权的剥夺用这个所谓的公共危险罪的部分就来剥夺他一辈子都不能担任这样的话，那事实上哈，这个保全业者工作权哈，在这里会明显的被剥夺掉，好，所以第4条，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它其实它的性质，工作性质就不同，好，不是完全在大楼里面看，会接触到小孩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于工作权的剥夺哈，一定还有法律的明确性哈，那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小心为之。好，再请陈怡杰委员。因为我们刚刚跳出来这几条哦，其实刚刚李俊毅委员讲的，其实我们都有看过，我们也了解。那我们只是举例说，为什么要严谨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到的状况是这样。当然，保全还有其他的保全的
业务范围，所以我们包括185条之一等等，有的里面还有谈到说只要是跟会知道的弹药有关的或危害，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条是不是大家请主管机关还是李俊委员或者是在座各位委员大家一起去讨论有哪一些大家是认为可以加进去的，大家再来讨论哦，因为我觉得生态有很多种，样态也很多种，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不断在强调，我觉得本来就没有剥夺他们工作权的意思或权，但是我们的确要对保全业者相对的严谨的生态，我刚举例是这样子，那我相信次长应该很了解我在讲什么哦，因为这个生态 我相信应该是一般人也都能了解的，所以我一说是不是请主管机关看一下刚我所提到的这几条有哪些主管机关是认为应该拿掉的或者是可以支持的，我就是还是尊重一下主管机关了。好，我们请那个内政部说明一下。好，谢谢委员。我想当然刚刚也提到哈，郑委员提到的170条到173条到180条这部分，我们大概我们原则上都是同意的。那刚刚又新勾的这些条文，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哈，但有一些的怎么要不要去扩大，确实对于跟工作权之间的平衡的考量，确实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一个面对了哈。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的条文，确实是，例如说就看起来就是劫机嘛哈，或者是对这一类的这些行者犯这些罪的，是不是跟保全业的执行业务他的关系是这么样子的直接哈？这些是因为劫机有各式各样的动机或各式各样的态度啦，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全面的支持或是全面的反对，我觉得这部分我们确实要慎重，特别是里面有几个条文，例如说酒驾，185条之3，它是酒驾，这部分我们就觉得比较不恰当，因为酒驾跟保全之间的关系真的就不是有这个直接影响到社区管理的这个。那另外还有是在191条，它其他的刑责就已经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了。那我们本来在我们现在保全业法就是6个月以下本来就不纳进来，所以它显然就是一个没有必要纳进来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其实甚至还涉及到是过失导致了他犯了这些罪，所以说我们比较拿捏说那个因为过失而犯罪，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宜再把他因为他过失又后来受了处罚又剥夺他的工作权，那我觉得那个惩罚就有点太过哦，所以说我真的也还是建议大家稍微谨慎一点来看待会比较恰当。谢谢。爱请张瑞雄委员。我来询问一下了哈，因为次长你们这边那个行政院的提案这边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逾六个月以上刑之宣告确定，你也是单一刑还是合并宣告？因为你别有在犯数罪啊，你讲那点个料，你讲黄世明在开玩笑，这位中定有没有这个保全力啊？给他剥夺嘛，怪怪的。哦，那个有的合并加起来就很长啊，那个举例当然有点不当了、啊，但是合并啊，你也讲黄世明该讲我被这个剥权的、啊，那这个中定委呢？品性良好，而且马英九较怪的，那安尼尔，啊，那伊连要做这个保全也袂使，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奇怪啊，不是吗？啊，你像比如说啦，会不会有一点？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立法是西方，无啦，你黄世明嘛故意的，伊过失，啊，这边意思是讲要去做一个限制，因为保全人员嘛，要来过人的大楼啦，吼，还是讲一个领域啦，得要创个较安全。我们就希望它比较干净一点啊。啊，但问题就是说，这个罪名这个有一点抽象呢。你敢看那个赃物罪？赃物罪足轻的，赃物罪有啥？我一只卡拉车，好，车顶买我，我这個，一只2万的，你根本卖我2000，一个我嘛要买开，我两条的赃物，反正就是判讲，那个价钱显不相当。以你的社会经济条件，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很可能就是一个赃物贪吗？啊，某个人你只能买过来啊，那个很容易就被判赃物罪啊。啊，买一个安尼尔，哦，安尼讲以后你也袂使去做，也袂使去做一个保全，这个去规范去限制都可以理解啦。啊，但是那个射程你把它拉得很远吼，这实在是。这些是都爱去
大家要再好好的去讨论一下啦，因为那个罪章哦，罪章都很抽象，可是有人犯罪的情节就是那么的轻，卡到边啊你啊，你讲那个鲁人都说，鲁人都说，你想要叫人家司机啊，动不动他就会共犯，你知道吗？哎，本掉那两千块呢，给倒载一下你啊，他有没有那个可恶到那种地步？那个犯罪的一个太阳哦，那确实是有很多啊哦，啊这里提出来，因为刚好李俊毅委员一直在提到那个工作权，那确实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很怕到最后，那重重的步步，我要告不要大法官给你宣告就是违宪，啊那个顶来，啊这我们说给说哦，反提出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啦、啊，那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思考，因为每个罪章里面呢，尤其是像那个过失犯罪，嘿想说呀、啊，对吧？有的你诶弄死人诶，啊他人在里边讲弄死人，不可能啊！啊弄死人了啊，没几人赔，你连缓刑的机会都没有嘞，啊真的要去坐牢嘞？那你有钱的诶、欸、就缓刑，诶、欸、没事啊！啊，所以这个都我觉得应该有些射程是不是要在这一次修法的时候反而是更重的，这个大家考虑一下。各位，我们会务人员找出释字第584号，就是刚李俊委员所关心的那个道交条例禁乘犯特定罪者驾建车规定违宪与否的这个解释文，大家看一下。好，大意应该是说，基本上对一定职业的资格限制是符合法律规定，但必须要有法律跟法律明确授权。那所以他最后当然有提到，如果有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话，能够这个证明没有办法不具特别危险，应该要解除这个限制，诸如此类啦，就应该是在要有一个比例原则啦，就是说不能无限上纲的限制啊，是可以限制，但不能无限上纲，应该是这个意思啦，要不然我们这一条其实就完全不该定啦，因为就有限制嘛，但那个限制不能无限上纲，应该是这个解释文的精神，所以怎么？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好不好？请主管机关整理一下好了，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郑天才委员提的条款也不少诶、173到180就已经有好多条了。那现在刚陈一杰委员点出来也好多条，是不是请主管机关跟各位委员在休息期间大家看一下。另外呢，也请不要忘记思考说，我们除了要不要整理一些这个条款齁，然后来限制以外，本来也包括卢炫委员提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以外，我们要不要让这些条文以外的已经执行完毕的这个受刑人齁，他们可以减少5年以下的年限这样子。好，请大家一并思考，我们休息10分钟齁，谢谢。你是怎样想的？你有想法都想的，谁会去决水然后就把人家房子冲掉了？那就搞有啊，决刷呀。这一条讨论了久啊，你小弟我第一次看到林权县排他业务，然后再就是好，对，就搞控制这些人，再有新的，对，我在。啊、我对阮电台真的是充满了羡慕啊！谢谢。跟原来的，有改过一些格式跟后面的算术有没有？说尽量的去，真的。那你再喝呢？
创造出来的问题，你自己把它解决掉。假设你们有没有建议可以加的？那关的，不是加的，那加饮料。那加饮料啊？坚持。就我那个四十五八四就是讲这个了。可能有一两个可以让的啦。就是他讲的那些可以加的加进去。啊，如果万一他像那个酒驾，他真的很坚持。要不然就是再加一个条件，就例如可以请六个月以上，类似这样的条件。对的，但是不用这么多啊。这个怎么办？啊，对啊，命命中的0.25，好可爱。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酒驾还比赛。酒驾我们都要开始要慢慢思考，是警察水平要公共危险，这个这种东西的，按照那个参考的逻辑。说是不是就是他讲要加的，司马文武每三做保全，后面加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这样已经被判违宪了。他那个是终身不得呢，就严重呢。他说不能改过自新呢。酒驾那一种是说哈，我服完刑之后还会满一年，我才可以嘛。所以他至少一年的剥夺期那是 OK 的。不然185/3就第二项，就是自然与伤。保全业是很难的。现在喝个酒，先坚持。酒驾后，自然与死伤。自然与死伤。喝酒驾啊？我们在修法就提到那个我们提的那个节水重嘛，所有保全业里面都是通通 OK 的。他说。后来我问了，现在用什么多啊？0.25毫升就中了嘞。两个，对啊。
一直下修了，楼上的一直下修。他以前我咧讲的，你讲的算幸福岁岁哦。正常来讲不会有。不啦，因为就是想要啊，你不用工作。对啦，迄种做不错的，即个代表，伊个酒驾，伊个拢跟个伊个身体的反应不一样。对，每个人不同。你必须为了讲，想要回来。哈哈哈哈哈。现在跟叶海同志嘛，都是修道有点太 over 了，太 over 了。就一八五四三第二项，就只有限第二项。看看你们那个，他有真的，因为他是终身不能。另外一种哦，政委，另外一种哦，如果说这边要砍这边的，我们反而是什么？第三项那边，我们一年再多到两年，来跟他做这个交换，不要这个罪，终身不得那个剥夺太没有了。那个谁，陈怡姐对那个一年也没有意见的。我一年。可是他要放酒驾进去，酒驾放到终身不得。你原来讲。我就用两个，不是让我才做保全。那个总有改过，让人家改过的机会吧。终身不行。那我记得就是那个。公共危险罪双播，再加一个条件，就要处以6个月以上的刑期。有啊，都是判6个月以上，6个月以上啊，本来就是本来就有6个月以上的刑期。第二款没有，第二款，对，可以了。你再加一个刑期6个月以上宣告。假设真的要加的话，就再加对，真的没有诸位观察，
运送保存系统。好，我们继续开会啊，各位委员。经过这个休息，大家有请主管机关做一些整理，我们是不是请主管机关跟我们说明一下你们整理以后的一些看法？各位委员好，有关各位委员刚刚提出的有关保全业法资格这个部分，那其中有关陈英杰委员提的公共危险这个部分啊，刚才取得他的谅解，公共危险的部分取消掉。那至于过失那个实案的部分，190条的部分啊，191条的部分啊，陈英杰委员也要撤回这样。那其他的我们尊重委员的这个提议。185-3跟191-1。191这个部分。191那至于这个有关出狱之后的执行完毕之后的这个年限哈，还是维持在未满一年这样。好，谢谢。好，请问一下李俊委员这样子。好，我们再念一次增加哪些条文，以及它所规范是哪些项目，好不好？跟各位委员报告，除了原先提案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列清之之外，哈，再加。刑法185-1、刑法185-2、刑法186-1、刑法190，190-1，好，还有后面哦。那刚才那个原来的173-180，还有原来的173-180哈。那我们请那个会务人员再念一次，刚才陈委员提出的修正的条文。现在警政署建议增加的部分是185条之1，劫持交通工具罪；185条之2，危害毁损交通工具罪；186条之1，不法使用爆裂物及其加重结果犯；190条妨害公众饮水罪和191条之1流通食品下毒罪及加重结果犯。好，那另外在这个第三款的部分，五年改一年这样子了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还有弹书，弹受缓刑宣告不在此限，要加这句哦，哦，就是。郑天才委员的修正动议后面要加一个"但受缓刑宣告不在此限"这一句话。好，大家都没意见，我们就来处理了哈。好，请陈其迈委员。这个《减速流氓条例》哈，这里还可以掉吗？当时不是以这个被宣告违宪吗？啊，但是还是有曾经因为这个犯过错。你们的解释是这样吗？他们先前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条文拿掉会是因为当时保留。这个人数有没有办法掌握？蛮多的，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流氓当时署里面在召集专家学者研讨的时候，认为流氓这个部分还是保留。那送到院里面，院里面认为还是保留这样子。只是询问一下而已了。
没意见了，没意见。好，那我们来处理哈。好，请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保前业法第十条之一条文，照行政院提案，第二款，增列第173条至第180条，在妨害风化最后及185之一、185之一、第185之二、第186之一、第190、第191条之一及加重结果犯。第三款末句，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后增列，或执行完毕未满一年，但受缓刑宣告不在此限。宣读完毕。好，谢谢各位委员哈。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需不需要党团协商？不用哈。好，请退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是不是退本人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可以吗？好，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散会。恭喜啊！谢谢，好，谢谢。队长，七楼，辛苦了，辛苦了。郑子龙到这还没来，小慧。谢谢，好，谢谢，也行。也行，我来鼓励。辛苦了，他今天很累的，谢谢。